不要什么？文文不要按啦，爸爸在线上哎，来跟爸爸视讯啊。咦？你知道那是你啊？咦？你看到你自己了？咦？文文，你的铺马鞋鞋嘞？妈妈撩起来看一下。哦哦。管理中心报告，总干事爷爷说话了。有三件事情报告，第一件就是我们三年一度的换我们家中灭火器的，我们下礼拜二如果家中的灭火器有需要更换的，请记得在礼拜二以前，因为我们礼拜二、礼拜三要更换灭火器的那个药。